今天是一个在餐酒馆上班，然后这边刚好是有高尔夫球，是一个高尔夫球感的员工，然后很爱迟到被骂。你呢？我是一个很屁的学生，很屁。然后我的造型就是会比较领子高一点。好，那今天这个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要来向你挑战一件事情。好，听说只有女生才做得到，男生做不到。什么？我看。但我要先找孙生来，孙生来，就是呢，女生可以做到。来，我们先跪。昨天玩那个嘛。对，我昨天就失败了。没有，因为我要吐起来。有一个什么？他昨天就整我过，我很努力想要成功。好，因为我只想要知道为什么男生不行。来，我们先这样。来，因为女生比较习惯这个动作啊。很常这样吧？对啊，我们男生又不常这样。来哦，右手放后面，左手放后面。靠腰，这样我装，我装会毁掉哦。可以啊，你要试试看。这很鸡歪哎。真的是。我可以，我成功了。为什么你跟？腰不用力，腰不用力，这样子原地可以。你一定要我不能这样起来，抓不到平衡感。男生来，就超级在这边上吗？鬼鬼来，来哦，右手放后面，左手放后面。他会掉下来。再次，右手放后面。你一定可以啊，他不讲吗？左手放后面。培根成功了，我有盯一下，我有盯住。应该是女生吧？我再试一次，再试一次。这不行啦，来，你先这样，这个很难欸。右手放后面，左手放后面，是膝盖处理吗？他们都是女生，你看，你不行了。我前面可是女生会撑比较久，我就是一位女性。我好想站在前面。右手放后面，不是啊，左手放后面。是女生吧？老弟是女生吧？男生通常都不行。你看身高是吧？看我们男生当家了。哎呀，不要让你们女生专美于前。这个是男生可以，女生不行。确定？你看啊，这样子哦，你们看哦，手这样子，穿一只，然后再穿一只，然后你们要这样子哦，手，对，拿上来。这个我也不太行，这个感觉难度很高哎。为什么不行？因为女生的屁股要细，怎么可能啊？鬼鬼来试试看。因为女生屁股，我脚过不去。女生屁股应该有肉。你是男生？你怎么可以？走，干不行，不行，太硬了。讲出观众想看的。孙策，我们是找四个奶妹来做这个，看观众想看的。我们做节目啊？对啊，我做节目给你看。再做第一照片都不完。在选妹，好好笑。我们要换规则，这是低罩杯以上才可以做动作。但是要有几个男生，因为男生做不起来。男生，那有是不行啊。这才是做节目嘛，对不对？来哦，来哦，我有11分钟。哎，会不会热？要不要脱外套？这动作特别冒汗了，真的。对。我怕你们衣服外套弄脏，所以外套要脱掉。对，外套要脱掉。对，做节目外套领带也要脱。对，我没有外套。我在这边做，应该在这个位置吧？对，这个。来，应该这个位置吧？孙总，你要在那里。你在这个位置吧，你在这个位置吧，你在这里吧。啊，我想在后面呢。你要面对他们。确定你要在后面吗？你要不要搞一下蓬莱先生一样？好，来哦，右手放后面，来，左手放后面。天哪，我要掉。他说只有男生会掉下去而已。来，右手，左手。可是甜甜可以耶。我已经不行很多次了，靠腰又要再来。庄法师，对不起，庄法师，对不起。真的是靠谱。手这样，一脚穿过去。大家有人穿裙子，把裙子脱掉。你们侧面，不要走光，穿过去。没，你直接两双手放屁股后面就可以了。双手直接放屁股后面。对，双手放屁，这样，叫出来。直接放，这也太难了。直接放屁就好。对啊，为什么不行？直接放，可以。他不行。他可以。可以。凯乐可以。所以其实我们要打破这个规定，不一定是男生女生可以。对，有些女生可以，有些男生可以。这跟男生女生没关系。那这个是要看胸大小。你有没有习惯这个姿势？胸部大小啊，对。可是他不会往前摔，可是他不会，不对，可是你这么大，你应该往前摔啊。对啊。因为这是真的，对，他不是假的。谁是假的？
是假的，是假的，假的没来，假的没来。好，来右手，这我真的不行。好，左手。这个一般男生不行，因为我们男生有喉结啊。豪哥，豪哥，摸屁股吧。他蹲不下去了。第二个跟屁股什么关系？来，请对。是这样子，这样吗？对。然后这样子，左手这样吗？强力。啊，干嘛？好，好有趣哦。这个超好玩的。对啊，我先示范。好，先吃饭。先吃饭，我头撞到。上会，上会。OK。结束。我现在要来实测，就是。男生做不到，但女生做得到的事情，不可能存在这种事情。那露你的腹肌，你要我露腹肌，太重了啦！你要我露腹肌，来跪下来，先跪下来看。为什么你有枕头？你给我枕头。男生不用了，来。不用搬那种事。我问你们哦，我试过啊。你试过吗？对啊。好，来，右手放后面。这哈利没办法。左手放后面。因为哈利不是男人。这对我们练家子来讲简单。那我不应该找会跳地板的。你可以放假了吗？你可以先推我。为什么？他是我高中同学。这是我团长，团长哈利。那我们读梦者教室的时候，他整天在跟学生说他认识林丹，到处炫耀，而且他不相信。那我要炫耀一下世界冠军。我刚才已经把你很帅的风车录下来。我想他不用跳也很帅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你单身吗？那你们宣传一下你们的那个工作室。Hello， 我们叫读梦者，然后我们是这个曾经获得数个世界冠军的台湾团队。哇。只是传说而已，很谢谢林丹找我们来这个地方来做这个测试，虽然很简单，但我还是很谢谢他找我们。真的还是要陪我们贵的，而且贵的有点麻。好啦，谢谢你们，一定要好好支持。录完 MV 了，今天第一天，还好没有很辛苦。觉得怎么样呢？男生不能做，女生可以做。但是我刚看到很多男生还是做得了。我们想打破这个传言，还喜欢看我们看什么片，请在底下留言。我要早点回家休息了，因为明天还有一天。